但是我要亏兵了，卢仙应该不会亏兵。为什么落手把红给我拿了？落手把红给拿走了，然后就送了。拿完红就送啊！我们现在跟他耗啊，随便耗，因为我们有药，他没有药，并且他没有带传送，随便跟他耗。这就叫容错率，他就没有容错率，知道吧？他没有容错率。那你说这波他回不回家？他回家他亏，他不回家他还是亏，他到底应该怎么办？我直接 EA 他，啊，把兵线推进他，他死了。这确实没什么办法。这个黄纸是红开的呀，我出了两把大剑，这怎么办啊？出多了，这留着吧呢。我点的神奇之靴，我没点的生命药水。因为这猴攻移动速度太慢了，我觉得。挺烦的，这黄纸上一波。本来我压着卢仙吃不了经验了都。赶口我一波。换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在这波小赚，可以接受，兵线刚好进塔了。把前排兵收了，哎，然后前排兵都死掉就 OK 了，后排兵往前上。他有皮孩了，而我们没有皮孩。等六级啊，现在。等六级，五级不好杀他，先等一等。六秒以后死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拖 R 转起来 ，A 扣，他还交了个闪现，不错啊。猴要是不用点饼干就好了。
但猴不能不点饼干，不点饼干蓝不够用。点了饼干，我们就不用出水晶瓶了，蓝就够用了。射他两层塔皮。让他追啊。把饼干吃了。AQ 再 A， 他不放 E， 我不放 E，W 双 Q。攻速真慢呐、啊，好难受啊！玩的呀，确实攻速有点太慢了。2280，把我带回家呀！我的塔皮没吃啊！我操了，怎么又八个了呢？又八个了，我这么近一个剑子也用不了。我这怎么按 F1 不好使呢？能不能快点把这八个修复一下？能不能？干什么呢，小马？这么个破玩意儿也修复不好？那商店那个 bug 能不能赶紧修复一手？谢谢，我叫阿甲方。确实攻速好慢啊，不过我得适应一下，我必须得适应这个攻速，因为韧性现在是必须要的，有了韧性会非常不一样，会让别人控不住你。这干嘛呀这？哎，还行，给他换了啊！这不下当了，下点装备。黄子挺烦人呢，我发现呢。洛克萨斯之手，来个小吸血，韧性只跟击飞有关系。韧性对浮空压制效果无效。为什么一直在打塔呀？哎呀，我摁了波浪剑怎么没好使呢？打了多少下塔，真是操了。
不过俺们把镀层给吃了，还行啊，吃了个镀层。我的闪现本来我觉得能不死的，但是护甲有点低，好像。你把大用了是吧？那看来这波打下你是不想活了。一 A 扣转起来，打爆的 A， 在 A 接扣。赶紧把塔皮吃了。这皮肤怎么没特效呢？不说话啊，哑巴猴。阿卡丽咱就不杀了，撤一走回家了。我决定再把出个破败。然后一会儿来试试我们的印星啊，到底有多印星，看看我们的印星，让锤石勾我们一下子。印星已经不是阴了。这边中路一定是一场腥风血雨，我们先把红打了啊！中路一定是打输的，这是100%的。我们赶紧支援过来啊 ！W 一 Q 点燃，准备小炮死，收一下。算了，阿卡丽来了，一 A 多转起来。W Q 转 E A， 阿卡丽也没啥装备，这么狂呢？有这么狂妄吗？这边让随时勾，看见没？看见这减速没？根本就不吃，瞅着没？先把锤石收了。哎呀，小炮有技能，我把小炮收了。哎，好意思，漂亮！看没看见刚才那锤石勾我？那印性，那出个水银海加上这玩意儿呢，就是印性这么高。下路单带，再来个蟹手。
这波就不管了，我们直接上高地，点了印星以后能比点那个攻速少了能有0.2的攻速。正常如果我一个 E 的话加上我们破败，我能到2.0的攻速差不多。这怎么的没有人守塔啊，这八十刀。这干什么这？我的小炮，这小炮什么装备 啊原来小炮杀了11个。我操，这小炮怎么这么猛呢？2000、2500、3000，出个血手，血手出完我们出死亡之舞，说死亡之舞出完我们出九头蛇。减息地太低了，减息地80秒一个大。哎呀，为什么猴的大就不能调的时间稍微短一点？剑圣大招才多少秒？往哪走？嗯，你能往哪走？你想往哪走？哎，算了，本来我想直接上他们家高地把高地拆了的。但是还是带线吧，我先带。把大龙啊，大龙没刷。把峡谷打了吧。刚才这眼儿谁放的？放的这么好？洛克萨斯之手啊，这眼儿放的可以啊。这边先别着急上啊，好，可以上了 ，EAQ 点一下破败，银军一个闪现呢，直接上高地，我们现在一个打三个应该没啥问题。27滴血。你俩能打过我？做梦呢是吧？啥意思？点赞，点赞，来点赞！这小炮锤死还这不是点赞？你咋的呀，小炮啊？你咋的呀？你又多傻呀，卢仙？点赞啊，点赞！你咋的？你怎么的？你给我看看。点赞，我给你点个赞。